ANSYS 2024 R2 Fluent 更新亮点。当电池发生热失控反应时，会产生气体，可能导致火灾危险。在此次更新中的电池模型 Venting Model 模型中，会自动建立物质传递模型以及燃烧模型。Fluent Web 界面可以让使用者从 Web 浏览器启动 Fluent 或连接到现有的 Fluent 作业，及时监控模拟结果，以及编辑边界条件和求解设定，也允许使用者暂停或中断并重新启动模拟。在2024 R2 更新中，包含有模型的设定、用于连接 HPC 的模板，以及多选上下文选单等等。